斗同心搞掂，苏哥嚟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六场赛事，三班一千直路准备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今日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外栏位置红眼罩霸胜啦，中间嗰啲都全部快嘅，咁啊有粉红衫嘅辣神啦，外边位置咧仲有苏哥利啦，中档绿色帽咧，咁啊仲有呢只龙钻辉煌啦，入边大帽士，咁啊再入边咧仲有呢只无敌勇士，最入黄衫咧仲系奋斗同心啊，好多阵黄衫红帽和气生财啊，马林中间白衫白帽咧就金汇星啦，入边红衫黄帽戴面箍咧，咁啊仲有呢只有毅君子啦，后啲先有扬名酷酷啊，咁啊更跑得啊，包尾咧。就是、那隻勁進啊！好啦，跑咗一半啦，咁啊見到入邊奮鬥同心佔先嘅，咁啊中間有呢隻無敵勇士啦，咁啊再喺外邊位置啊，咁啊就係呢隻辣神啊，粉紅衫噶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咁啊仲有時時亨通啦，入邊就和氣生財啦，再有啲先見到金匯星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入邊奮鬥同心咧依然係佔先啊，咁啊見到第二位嘅馬無敵勇士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奮鬥同心贏啊，跑第二名無敵勇士，第三名外邊係嗰隻辣神，第四名咧係時時亨通啊。咁其實都係擺曬喺前面走嗰啲馬咧，咁結果佔有好大嘅優勢啊！奮鬥同心，咁都係直路賽嘅專家，咁排咗佢一檔都能夠贏馬，跑第二名升班嘅無敵勇士啦，第三名係辣神，第四名時時亨通。咪爆嘅奮鬥同心啊，姚本輝起個馬啦喎，十三倍陳家希，咪跑第二名咧就係十四號無敵勇士啊，蔡明少，第三名十一個辣神許偉森，第四名啊一號嘅時時亨通郭能啊。嗰只时时亨通出闸快又唔走啊，咁啊走咗喺中间咁，仲要留住添。而家第四只，奋斗同心孭住个轻磅，咁啊呢啲马一系有。名字就是八号、十四号、十一号、一号啦。出咗嚟嗰只一号啊，捉住啊，结果就走个跑线唔好啦，结果翻嚟。好啦，有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是八号嘅奋斗同心啊，独赢派135.5，位置派31元嘅。跑第二名就是十四号嘅无敌勇士，位置咧有13.5啊。咁啊，跑第三名咧就是十一号嘅辣神啦，位置派57元，连人位八搭十四派100.5。三重彩八号、十四号、十一号顺序派5119元，单 T 咧就派892元，位置 Q 八搭十四派46元，八搭十一派516.5，十一搭十四派99元，跑第四名就一号嘅时时亨通。三拣一预嘅派彩啦，胜出系 A 二一隔夜半热门嘅派37元，留晒啲外栏俾啲内档马一路咁杀埋嚟啊！呢啲奋斗同心啊，无敌勇士嗰啲排档都排得唔好啊，但系你冇人走咯，出边嗰啲。其实已经甩开晒噶啦，前面个头我五只啊，后边嗰扎都好似输好远。陈嘉熙第一日减7磅啦，都有马赢啊！呢啲指示啊清晰咯，咪走咯，减咗磅啊！咁你而家都系咁慢慢斗，都冇乜加速啊，大家都啊，咪大概占先咯。呢一隻馬就3第1，5落底啊！即係一係就贏，就未上個名嘅。佢都做翻啲集嘅賽前都俾咗個馬啦，姚本輝。
所以啲拆騎指示都好緊要啊，出閘咁走嘅呢啲。睇下四連環預計派賽啦，1號、8號、11號、14號派1333蚊。四重彩預計派賽啦，8號、14號、11號、1號順序派39886蚊。好，翻到嚟福榜啦，見到陳嘉熙啊，旁邊咧就係富連馬斯姚浩峰，都有好多馬都幾輪盡噶，跑到一半啊，你見嗰啲蘇哥利啊、有毅君子啊嗰啲都歪埋一邊嘅個身啊，起步比較慢啲咧，就係嗰只勁進啊，排咗個14檔嘅，咁另外更跑得都唔快啦，前邊啊只只馬都唔係好願搶噶嘛，你見嗰大武士有個中路就少少壓下壓下作下勢啦，出邊就無敵勇士，但我當就奮鬥同心嘅，咁啊中間位置龍鑽輝煌同埋辣神啦，鐵蘭就霸勝嘅，咁啊中路位置時時亨通拍住蘇哥利啦，白衫白帽就係金梅星，咁啊內側咧紫色衫就嗰只就陽明酷酷嚟嘅，跟住更跑得包咗尾就勁進。只只早段都唔係好決心搶啊，咁啊頭馬都係慢慢移出嚟啦，佢都冇乜點樣騎過嘅，咁啊叫佢而家出嚟挨翻近依邊啦，咁啊跟住大熱門埋啦，咁啊無敵勇士都跑啱嘅，咁啊咁樣輸又無話可説啦，咁啊嗰只辣神都唔使登跑馬地啦，沙田都已經近了。大家福榜啊！咁啊，见到啦，已经福榜完毕啦，派彩作实啦。啊，位置 Q 派彩先，八搭十四派46蚊，八搭十一派516.5，十一搭十四派99蚊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 A 二格夜半热门嘅派37蚊。四連環啦，一號、八號、十一號、十四號派1333蚊。四重彩，八號、十四號、十一號、一號順序派39886蚊。第五口嘅孖宝啊，头关二号、尾关八号派699.5，头关二号、尾关十四号、安慰奖派21.5。跟住系三 T 派彩啦，今日有人中嘅派彩派到1,306,811蚊啊！三天安慰獎啦，未關任何組合嘅話咧，就派393蚊嘅。咁啊，三天都做唔曬啦，咁所以有超過520,000嘅多寶彩金啊，咁啊將會撥落去咧3月8號啊個禮拜嘅三 T 彩池嗰度嘅，留意翻啦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15，第二段20秒45，末段22秒6，總時間56秒2。